何德何能啊，就是几个普通的说相声的，嗯，能让大伙儿这么鼓励这么支持啊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哎，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，嗯，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哎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什么叫相声啊？都说相声是语言的艺术。对呀，啊，什么叫艺术？哦，这两个字还有解释。艺是艺，术是术，不同的解释。艺是演员的能耐，哦，术是把能耐卖出去，哦，两层意思。只有艺没有术，那叫诈骗。哦，你想，观众为你花1毛钱都不值，嗯，你这就不叫艺。哦，只有术没有艺，你是个商人。哦，所以必须有艺有术。两方面都具备。你看今天现场我们演出人比较少，3000人，这还少啊？一般我们演出是5000人起步，那是体育馆，多了到8000一万。嗯，怎么能够把这8000一万人调整到一个频率呢？嗯，换句话说，怎么能把相声说好呢？嗯，雅俗共赏。我们经常说这4个字，雅要雅的那么俗，嗯，俗要俗的那么雅。这还是辩证的关系。无淤泥焉有荷花。哦，太雅了不行。太雅了还不行？雅到极致不风流。这怎么解释呢？比如说我跟谦儿哥。哦，我们举个例子。我们俩是好朋友。本身就是好朋友啊。我们这个交情，嗯，一跪一见交情乃现，一死一生乃见交情。嗯，穿房过屋妻子不避。是，我们是这么好的朋友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写成书面文字，大伙儿也觉得真雅，是挺雅。但是一定明天会有300观众就不来了，嗨，听不懂，太雅了，听不明白。哦，所以太雅不行。哦，太俗也不行。太俗了怎么不行啊？怎么了？您看我干嘛？我跟谦儿哥是朋友啊，这要用俗的一套来说，谦儿哥吃屎。嗯。很厉害啊。对，确实很厉害。这个如果我们不是朋友怎么办呢？谦儿哥吃屎啊也挺厉害。哎，这还没有这么比的呢。反正你能吃就很厉害。哎，不能吃那个一定会有人笑啊，也一定会有人撇嘴。撇嘴不爱听。哦，不喜欢啊。你看谦儿哥怎么吃那是他的事啊。哎，不吃你就说人听的事儿。所以嗯，雅到极致不风流。哦，无淤泥焉有荷花。这两边都过了都不行。要照顾每一个人的情绪。是，干这行干了快半辈子了。嗯，我要感谢谦儿哥。你这怎么那么客气？真的啊。啊，我刚才在后台想了想，嗯，特别感慨。怎么？我16岁进北京我就认识他。对，我们认识的很早。那会儿不这样啊。那什么岁数啊？那会儿那小脸蛋粉扑扑的，嘿，一掐一兜水啊，多使劲的这得啊。那会儿，嗯，现在脸上都有皱纹了，就是老了。我刚进北京16，嗯，当年那会儿这叫北漂啊。对，漂在北京。北京文艺团体也多，平台也多。是，到北京来发展是每一个做艺人的梦想啊，都愿意到这儿来。到这儿羡慕人家，是吧？人家是专业团体的演员呢。对，那时候我有个单位，每个月有工资，固定工资，1个月挣800块钱，那时候就不少。后来一想，人家应该挣800呀，怎么我就应该挣800呢？有个成语说得好啊，怎么说呀？千儿八百的，嗯，嗨，千儿八百的就是我应该挣800啊。嗯，我印象很深。哦，我16、17的时候，他带着我到一个北京新建的5星酒店去演出。哦，那时候这5星酒店少，都看傻了。是吗？当年在我们那会儿来说，住店得是国营旅馆，哎，招待所，哎，就是那个。对，5星酒店，我的天哪，豪华，是这个状态的。嗯嗯，到洗手间去，谦儿哥，嗯，你看人家小便池，哎呦，怎么着，比你们家吃饭的碗都白。没听说过，有这么比的吗？这个没见过呀。啊，谦儿哥，你看这是什么？看什么了？小便池里泡着那个粉色的，嗯，红色的，绿颜色的球。嗨，这是什么呀？嗯，
谦儿哥乐了，我得解释啊，什么呀？这可能是谁横的那糖掉了啊？我懂不懂我就胡解释，我真信呐。您啊，十六七的孩子哦，啊是糖，哦这么回事哦。接完手出来，在外边等着他哦。一会儿他出来了，是，我吃上了我。好的，我至于不至于的，反正他说什么咱们信什么呗。啊，这谁信呢？是不是？这是我们的老大哥呀。这当时大几岁？现在真是老哥哥了。嗨，你也别说他。后台演员们烧饼来的时候才这么大，那是小孩儿呢，现在一晃这都快当爸爸了。是啊，我家里也是，我大儿子都22了，对，我小儿子3岁半，嗯，满地乱跑。是有的熟悉的观众知道哈，啊，小名叫啊，对，那儿喊叫安迪，对，那是叫英文名字安迪。你有英文名字吗？怎么说到这儿问我来了您这？哎，你有没有？我没有，我起什么英文名字呀？我没有，我给你起一个吧。好吧，这说的这么别扭啊！不是，你经常出门演出、啊，出国演出，你有个英文名字好沟通，好吧？可以啊。你叫乔治，我叫乔治，你姐姐叫佩奇。哎呀，嗨！哎呀，我这不太像。嗨，佩奇得长得跟那吹风机似的、哦。叫什么不重要啊，只要您一直在就好。啊，那倒一直在。真的啊，合作快半辈子了。是，我就没想到我人生中还有于谦。你瞧这怎么说？真的，我的人生中有于谦，有郭麒麟，有安迪，我知没有搁一块儿说的。真的、啊，我真是很你不你帮我分开行吗？来10-20个，咱不渴望有这仨够，没有仨，没有仨，啊！我不在里头。你看你这啊，这客气客气，我谁跟你客气啊？真挺好的啊！我们说相声是指这吃，是啊，人于老师说相声那是纯粹是为了玩啊！啊，我倒不指着这个，正经的有钱人。谈不到有钱，又客气了啊！稍微富裕点。书香门第，宦官之后，宦官之后，宦官是太监，不是那个词儿怎么说？那叫官宦，官宦把官搁前。他们家从清朝就是做官的，当过那么一任。他的曾祖父是是是，我有印象，是吗？我有印象哦，那会儿他曾祖父，因为他有照片，留下照片了，因为清朝末年。摄影技术是有了，有了，但普通老百姓照不了相，那就很难得啊。我记得李鸿章有照片，那是大官啊。左宗棠有照片，对对对，慈禧太后有照片，那就甭说了。慈禧旁边那个人是不是你曾祖？不是，不是，有胡子哈啊，有胡子啊、哦，有胡子啊、哦，对对对，反正他曾祖是做官的，是负责鹤顶红的品鉴。哎呦，这个官儿官运不旺吧？上任的当天就去世了。哎，那就是来活了，那就是。嗯，喝了有这么一杯，哎，这嗨，沾舌头就死了，那去世了啊。后来他祖父就说嘛，嗯，说咱们别做官了，不当官啊。你看老爷子喝了一杯就喝死了啊。那咱们怎么办呢？咱们好好的锻炼身体吧。那能干什么呀？哎，他祖父，嗯。投名师访高友，干什么呀？练武术。哦，武术家，18般兵刃是样样精通，都会。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、躺棍、射棒、鞭卷、锤抓、拐子、流星。嚯、哦！尤其天下各种的这些个大侠，都教过他祖父。都有什么大侠呀？我印象中有一位铁砂掌的名家，那是双手上的功夫，单巴掌挥动是500斤的力气。呵。俩巴掌1000斤的，好家伙，这大侠教过他爷。哦，很可惜这个大侠英年早逝。怎么死了？嗨，嗯，早晨起来洗完脸啊，拍爽肤水，我这这么大能耐跟自己使什么劲呢？这拍碎，这太狠了，对自己。嗯嗯嗯，这样的侠客啊都教过他爷。哦，就这类缺心眼的侠客们，那缺心眼的呀，这玩意儿都教过他老人家，有能耐是吗？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哦哦哦啊！哦，你想到后来他祖父行走江湖的时候，铁兵刃都不敢带，
为什么呀？怕伤着人。就这么大功夫，可是你出去你不带个东西也不踏实啊，得防身呢，就带着葫芦防身啊，这一葫芦就能打了。哎，走到江湖上，对面来人了，嗯，他祖父就把葫芦掏出来了。是啊。哎，哦，掏出七个葫芦来。哦，嗯，七个，还有口诀呢。怎么念啊？叮当当，咚咚当当，葫芦娃呀，不像话。一个一个一个还行，一个大葫芦，这么大个。后来嫌这一个葫芦碍事儿，哦，一刀切开了，是半了葫芦，这为瓢，拿一半背着这瓢，嗯，行走江湖，这也行。武林中的人给他祖父贺号，他叫天下第一瓢。哎嗨，嗯，太难听了这个。啊，祖父很厉害呀。飘到东飘到西的啊，反正挺厉害，挺厉害。嗯，哦，怎么个厉害？后来他祖父就病了。那是因为飘的呀，那是因为你说飘到东飘到西，后来就病了。你练武术练的走火入魔了。哦，真是练邪了，走火入魔得了病了。什么病啊？全身不遂。哎嗨，全身不遂干嘛呀？嗯，那叫半身不遂，得了两次半身不遂，一边一个，这对上了是吗？但是脑子依然清醒，啊，还是有思维，而且眼神很活泛，啊，眼睛能动，全身哪儿都不能动啊，就这眼神能动着呢。哎呦呵，都看着眼睛了。那是啊，哦，家里着急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是是，得了，嗯，给娶个媳妇儿吧。干嘛这时候娶媳妇儿？当年管这个叫冲喜。什么叫冲喜啊？有个喜事一冲，病就好了。哎，有这么个讲法，这才把他奶奶娶进家来，结婚了。老两口子恩恩爱爱，是生了八个孩子。嘿，你瞧，厉害！你先等一会儿吧。你先等，这就靠眼神就生八个孩子呀？啊，这多大能耐呀？这个要强，这跟要强有什么关系啊？可能反正就是啊，嗯，哎，嗨嗨。行，别往里掉人了。嗯啊，反正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啊，是吗？厉害啊！嗯，生这几个孩子里边，哦，就有你的父亲们。这什么叫父亲们？嗯，父亲就一个。父亲是一个，那几个有叔叔有大爷。那倒是哥们儿吗？那会儿你爸爸是赶上好时候。什么好时候？真的，您现如今到北京城老人里边，啊，扫听他父亲，没有不认识的。哦，都熟。老爷子姓李，姓，哦，姓，啊，姓于。您说清楚，姓于叫李秀珍，是什么名字呀？这啊，姓于叫李秀珍，反正他都知道，老人一提哪没不知道的，是吗？当年的阔少，有钱。哎呀，哦，你想他爷爷没等挥霍，不就动不了了吗？啊，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，这点钱都给儿子了，都留给我爸了。他爸爸当年那叫纨绔子弟，哎，纨绔子弟，玩胯玩的那个没听说过。啊，纨绔子弟，先玩裤子啊，后玩胯裤是吗？什么玩意儿？您这说这么牙碜？这纨绔子弟，纨绔子弟。对了，都知道于家大少爷啊，一出去，好家伙，他爸爸戴那戒指，哦，绿，是翠，哎呀，这么大块，呵，好家伙，啊，那叫祖父绿啊，祖父绿。哎，您知道再说，不知道别瞎说。怎么？那叫祖母绿。哦，啊，让祖母绿的啊，那还是祖父绿的这个，啊，祖母正字叫祖母绿，祖母绿。对了，大戒指祖母绿的，呵，厉害。那年头他爸爸就一身的英国西装，哦，穿洋装，意大利的皮鞋，嘿，喷着法国的香水，法国的香水全世界最好。我记得法国香水谁一闻，哎呦，味儿不一样。这什么牌子呀？你们那怎么样？哎呦，特别好闻啊！真的，没说清楚 啊。法国香水什么牌子？那怎么样？哎呦，这，啊，你先别形容，你就细琢磨味儿。你老形容这味儿甜的，我就问你，这牌子叫什么呀？王守义。哦，十三香啊！我爸爸出门喷一身左脸，合着。废话，我知道法语怎么说，是吧？那您不知道，您别瞎说呀。反正可香可香的了。是吗？那是正经的大少爷。哦，出去开大汽车，那时候就开车，老死来死，呵，这出去作死去了。哎，嗯，洗澡啊，洗澡必须青花池，那有名的地方。洗头一水，什么叫头一水啊？洗头一水，凌晨四点啊，
怎么这么早啊？澡堂子每天晚上水都放了，脏了，刷干净换干净，凌晨四点啊，把水换新的。是头一个下去的，这是身份的象征。哦，这代表身份。这头一水，他爸爸必须洗头水，就有身份。说这池子下去过人了，不洗，嫌脏。就这个大少爷，就这个享受这个劲儿啊！凌晨四点是澡堂子还没人呢，就是伙计干活的，没开门呢吗？于家大少爷就来了啊。这孙子非冻死不可呀！这什么身份呀、啊？叽叽嗦嗦的，冷、啊、冷，你别去好不好？冷啊，等着啊！门开了，哦，水合适了，是伙计来请大少爷来了啊！我来请，这叫请呢？这才进来啊，脱了下池子哦，泡着呢，上来了，嗯，这个啊，兑点凉的啊，太热了，下那池子，嗯，再泡。上来、啊、这个兑点热的哦，水温合适，嗯，门一开，客人们陆续就来了。我爸爸给人试水去了，这不是泡澡去了，反正是讲究，老北京人讲究啊。你包括当年我上花清池、上清华池、上这几个大澡堂洗澡、啊、都是他爸爸教的。怎么还教啊？你看我十六七进北京啊，愣头青半的小子，我懂什么呀？什么都不懂。人他爸爸来，爷们儿、啊、别处别去，看见了吗？嗯，看这块匾了吗？这块匾，清华池，对，北京的老澡堂子，洗澡必须在这儿，讲究。洗完了咱们泡完咱们搓，连剃头啊、嗯！待会儿沏壶热茶，脱吧。脱。老头把衣服全脱，一丝不挂。好，我挺害臊。害什么臊啊？老爷子，嗯，咱还没进门呢，门口啊，那是害臊那个。他爸爸脱到虎坊桥那儿了就。好家伙，啊！好，我说咱们洗去吧，洗去吧。老爷子抱着衣裳啊，嗯，行，回来吧，就别哆嗦了。你这没有不羡慕的，那是笑话，那是厉害啊。那个老头那个活法是吗？五十岁他爸爸就做拉皮儿、嗯，拉皮儿整容，脸上有皱纹啊，弄上去是这叫拉皮儿，就往上蹬蹬那皮嘛。女的有，男的哪有啊？女孩为美、啊，尤其他父亲那会儿。啊，老头五十岁、哦，他爸爸照镜子一看，是，嗯，我爸爸东方不败呀、啊，是怎么着？干嘛这样啊？这个有皱纹了哟。我说咱们大气点怎么样？啊，怎么有皱纹了呢？哎呀，他妈乐坏了，是吗？好家伙，我妈倒挺大气，你哇哪儿有胡子呀？哎，捋胡子，老两口子长反了，这是。老头儿，这个不行啊！哦，这哪行去啊？不行，有皱纹呢。换换啊！有皱纹啊！得了、嗯，就听说了。哦，有这个拉皮手术，也做这手术的。人家他爸爸五十岁啊，年轻的，买张机票，嗯，奔泰国。嗯，啊，你先等会儿。那儿切得很。我没听说过，泰国像哪儿？做这好韩国呀、啊？头回去也不懂啊。啊，奔韩国了，奔韩国打泰国。转机，哎，到非走一趟泰国，哎，打泰国奔韩国，嗯，哎，说您受了给弄的吗？是吧？到那儿叽里咔嚓，往上拽呀、啊，就是往上拽这皮，吼、嗯，完事回来冲镜子一看，是，真好哟，真平整嘿，这连嗓子都蹬上去了，这个开心 啊， 啊，是吗？一眨眼十年过去了，十年，六十岁了，哦，照镜子一看。嗯，哟，怎么着？又有皱纹了？哎，又耷拉下来了。哎，买机票奔泰国，怎么转韩国？怎么非走趟泰国是怎么着？哎，大夫，您受累给蹬蹬吧。还蹬啊？给他蹬，是蹬上去。哎，上来，回来冲镜子高兴。是，真好。哎，特别平整。行了，别嚷了。嗯，开心啊。嗯，一眨眼七十了。哎呦，呵，没有沙皮狗了，您说那是？耷拉下来了，不至于这么厉害。哎，嗯，买机票奔韩国。对了，转泰国又回韩国，折腾吧，这不是？老觉着不去泰国这活成不了。嗨，走惯了腿儿了，到韩国找大夫受累，你给蹬蹬吧啊！啊，使劲儿，用点劲儿。对，大夫说那来不好，哎呀呵，脚啊，别上脚。哎，蹬完了，使劲了，照镜子一看，哼，怎么样？真平整，这回。就是太阳穴这儿一边有一个肉疙瘩，哎呦，
这肉疙瘩是怎么回事？蹬的劲儿太大了啊，把胸口的皮蹬上去了。对，没听说过，胡说八道，你至于那么使劲吗？这个生活的品质，这过了。爸爸聪明打那是没事，咯叽咯叽咯叽，对吧？嗨，行了，头上有犄角，别唱了，别。我是一个小青龙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这几个动画片都是给他爸爸设计的，没听说过，很厉害呀，很厉害呀，品质太差了，向你爸爸学习，这也学，吃喝穿戴方方面面都是我们的楷模。嚯，那是老爷子，人家，我跟你这么说啊，啊，咱举个例子来说，老头有时候，吃饭，嗯，啊，这吃腻了，嗯，鲁菜粤菜不要不要，要吃西餐，啊，吃洋餐，吃西餐连刀叉都是定制的，哎呦，还单定，纯银的，嚯，他爸爸那。西餐的叉子一米五，我一米五，一米五，纯银的，前面这叉子弯下点儿去，还弯着。哎，老头儿出去吃西餐去了。师傅，等会儿我。行了行了，我爸爸这不是吃西餐去了，这取经去了，他这是很厉害啊！坐那儿刀叉吃，吃完了来杯人屎咖啡啊，人屎咖啡呀，咖啡呀，您这胡说了，怎么呢？那叫猫屎咖啡，猫屎咖啡是一种麝香猫。对呀，吃完了咖啡豆排出来之后，嗯，经过处理拿那个磨的咖啡，您懂啊？嗯，400-500块钱一杯，最贵的了，那是，产量低呀。啊，人屎产量高是吗？有喝那玩意儿的吗？那个，我也不懂你们这有钱人的活法。那就叫猫屎咖啡。他爸很厉害啊，很厉害，喝咖啡是是，不管吃什么都是最好的。哦，哎，随身老带着那个一根纯银的一根簪子，这干嘛用？插在脑袋这儿，怎么着？哎，什么菜一上来，嗯，这是干嘛呢？看看是不是有毒啊？这银子能是毒？你这玩意儿多厉害啊！不管吃什么也是，哎，你黑了就是有毒。吃早点也是，早点，哎，包子一上来，哦，这包子也是啊，有毒。怎么？我这黑了，那是有毒。买包子气坏了啊！有病啊！怎么了？豆沙包啊！嗨，这别什么都是了，那就，反正讲究呗啊！人家老于家吃西瓜都得是自己种的，自己种西瓜也不行，外边买那个西瓜不行，净往里边打甜水的。对了，那得自己来，自己种啊！特意跑到庞各庄要的西瓜籽儿。哦，哎，开了块地，两三亩地，这就不少了，自己家撒籽儿。哦，于家大瓜地，哎，嗨，啊，一滋了叶儿，嗯，一长了芽儿，是老头天天自个儿趴着西瓜地那趴，这也太气迷心了，知道吗？刚长叶儿，刚出苗就盯那儿看啊，盼着呀，就怕鸟来了，鸟来了，比如接这么大的瓜，鸟拿嘴夸一啄，哦，不长了，哎呦，哦，防这个，就怕这个，防鸟。开始是地里边立个木头棍儿，嗯，挂俩塑料兜。吓唬鸟，一刮风一抖楞，鸟就跑了。现在鸟可聪明了，它一会儿就明白了啊。啊，不灵。后来定个十字架，石头石架上面来草帽，啊，跟人似的了。哎，那两天鸟不信了。是啊，后来老于家真有办法。我们呢，买了300个充气娃娃，啊，搁地里头了，搁地里吓唬鸟。哎呀，好家伙，连河北省的流氓都来了。好嘛。那是没鸟了，那是这一晚上把地踩着跟泥似的，哎呀，嗨，瞧不见西瓜了。你不服行吗？那是得服。就人家这个生活状态是这份儿，啊，就玩这个。好家伙，老头，嗯，老头早上起来啊，是，早晨6点钟准时起床。哦，6点起。哎，洗漱完毕之后，嗯，哎，打屋里一出来是，先喝奶，啊，早点。4个丫鬟伺候他爸爸，喝奶。他妈四个丫鬟。不是你好好的行不行啊？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个，喝掺着老头喝牛奶，喝牛奶干嘛？四个丫鬟呢？四个丫鬟还看不住了，有一回喝牛奶还受伤了呢。喝牛奶能受什么伤啊？喝着半截啊，那牛坐下了。喝真牛的那奶啊？啊，这四个丫鬟掺着你爸爸啊。瞪着，哎，你爸爸跟这儿，这多大份？您说身份，哎，嗯，喝完牛奶，擦擦嘴，嗯，往屋里一坐，开始就跟
跟戏太后那个吃早饭那个姿态那个状态差不多。慈禧太后那上面一坐啊，嗯，御膳，哇，他们家那碗都烧的，定烧的，带金边儿，嘿，呵，端上来热气腾腾，什么呀？卤煮火烧。西太后不吃这个啊，卤煮小肠，哎，对对对，吃点、吃点猪肠子，嚯、爸，我爸爸还护食呢，哎，踏踏实实的吃啊，吃啊，吃完了，跟厨子说怎么着啊？嗯，我吃东西一定讲究干净，哦，明天要再这样，告诉他滚蛋，别来了啊，这不干净，谁让你洗肠子的？我要什么方面的干净啊？这知道吗？啊，就是怎么来着怎么弄就行，知道吗？哦，别洗，别洗，这是早点。哦，到中午了要换个菜系了。换什么菜系了呢？炖吊子啊。那不是换菜系了，啊、那就是换大肠了。这个，也就北京人管这肠子叫吊子啊。为什么呢？一挂猪肠子，就一钩把它吊起来卖。对呀、啊。所以北京人管猪肠子呢叫吊子。对对对。一大锅，嗯，端上来了，你爸。更文雅了，这那是那是，就显这个大户人家这个状态，就别夸了。哎，傍晚就吃清淡的东西了。什么清淡的？嗯，大肠刺身，改吃生的了，活猪现宰啊！嚯，知道吗？啊，一刀下去，把刀杀了。嗯，这手进肚子里边掏这肠子，嚯，掏出这头来找你爸爸这嘴。嗯，你爸爸等着。哦。我在这接，哎呀，叼住了啊！哎呀，使劲儿，使干嘛？你爸爸作呀，我都没听说过。嗯，叼着肠子头使劲儿作，那不是吃早点呢，就是喝那猪屎呢，那是。你说这么恶心的东西？不废话，有这么吃的吗？你爸爸好厉害，嗯，这有什么可厉害的？好厉害啊！嗯，这儿赶紧，哎，进，哦，把肠子蹬下来，连猪带肠子打走了。哎，我说就吃那屎呢吗？那不是。爸爸吃饱了啊，吃饱了，晚饭这就是晚饭了。哦，吃清淡的吗？嗯，睡觉之前吃一点甜品。这甜品又是什么呀？哎，先给我来一个榴莲。啊，水果。哎，不要冰箱里的。怎么了？对胃口不好，太凉。用那个微波炉给我打一下。微波炉打榴莲？他们说这个微波炉打完榴莲是栗子味的。是吗？哎，打完之后你闻呢？哎，栗子味的是屎。哎，这个我说那好不了。吃完了，哎，这吃完了，把我那鸡蛋端过来吧。还要吃点鸡蛋？那当然了，尤其这个月份啊，他父亲就开吃鸡蛋了。哦，吃鸡蛋怎么吃？吃的这个是童子尿煮鸡蛋。童子尿煮鸡蛋，浙江有个地名叫东阳啊，有专门的拿童子尿煮鸡蛋。是是，吃完之后这一夏天不中暑啊，有这么个讲究。老头就爱这个啊，喜欢这口。但是鸡蛋好买，童子尿难学呀、啊，得找小孩啊。他们家房前左近都找没这么些孩子呀。是是。后来老头劝自己，怎么劝自己？得了，怎么了？谁当年不是童子啊？啊，我都没听说过，当年是童子像话吗？把我那老哥哥们都请来吧。哎呦，还得是老哥哥啊，最年轻的82。好嘛，老爷子们啊，坐轮椅的、抬担架的都来了。好家伙，打医院搬来弄一桶来给他尿吧。好家伙、哦、十多个大爷啊，尿了三五天凑了一桶。这么长时间呢？竟是前列腺有问题的。哎呀、啊、看病去。好不好？尿完之后先过滤。过滤他有好多结石啊。哎呀，怎么那么脏啊？剩下这个、啊、给煮这个鸡蛋啊，这一大盆连汤带水热烘烘端上来了。嗯啊，老头开心、啊、好好好好，他看着美。钱儿给我包啊，我还给包。大孝子啊，都闻不得这玩意儿、啊、老头当当当当吃，真爱吃，开心呐。嗯，好吃、哎、嗯，钱儿你来一个吃啊。我呀？啊，不不不，对了，我这鸡蛋我可吃不了。没错，我喝点汤吧。哎，去你吧。谢谢谢谢，哎呦，谢谢我的快递啊，帮我接一下。哎，谢谢谢谢，给于老师的烟跟酒，这是啊。对对对，谢谢谢谢。来来，那是我的，那是我的东西，不要把那姑娘给我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哎呦哎呦，可了不得了。这个名儿这儿安一传送带就。
谢谢送我的这个米老鼠啊。还有，当真的了是吧？还有，哎呦，别送东西，哎呦，谢谢谢谢，照片啊，哎呀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哎呦，谢谢吧，谢谢吧。哦，嗯，这个其实以后半张就够。来，于老师您卷起来吧。得嘞。湖南长沙，其实这几年来湖南来的还少。是的，有时候啊常来，常来。好吧，好吧。嗯，你们这么热情，我一定要多来啊。是，谢谢谢谢。啊，好。于老师的男朋友也在，谁呀？你们的热情感动了我啊！还有啊，您就搁这儿吧，谢谢谢谢，哎，谢谢，哎，你这么一喊，我就知道你是谁的观众了啊！啊，你看看，每一个观众的称呼就代表了你喜欢的演员。是的，啊，你看，张云雷的粉丝喊姐夫，哎，行。嗯，郭麒麟的粉丝喊爸爸，嗯，于老师的粉丝喊祖宗，谁说的？没有，都认识吧？哈，啊，中国相声界著名的相声演员，不敢当。嗯，那么我们，我，什么？没听见？哎呀，没听见，你乐什么呀？你乐代表着礼貌，但是。真没听见，好几千人，我知你说的是什么，谢谢吧啊！嗯，来到这儿演出，心里非常的高兴。哎，我还是那个说相声的小学生，我叫郭德纲。客气啊，谢谢大家，感谢您各位的支持。是，着重的要介绍一下。哎呦，不敢当。这次来到长沙呢，赶上还下雨，我一看这个天气啊，你先下雨倒是也舒服。你先等一会儿。潮啊，哎。跟您商量点事儿啊。好的，以后不打算介绍我呀，就别往我这边比划一下，行吗？这不用介绍，都认识，是都熟啊。啊，德云社著名相声演员，不敢当，姓于名谦，字麒麟啊。我怎么跟你儿子叫一名？你跟他不一样。我新鲜呢。他行大啊，我行二啊，还是儿子吗？我要批评你啊！要是两个年轻的演员。一个五岁的，一个六岁的，是站在台上说相声。嗯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是你的爸爸，观众会觉得很厌烦，人家不爱听。这个为什么非要用伦理来找包袱呢？讨厌，这贫了。这个两个孩子不可爱，就是。但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，谁是谁的爸爸，怕什么呢？对，那不成。不，好，什么岁数，这个也得弄清楚了。姓于名谦，哎，没有字是吧？对了，现在起名没有字了，也对啊。嗯。啊，你英文名字叫什么呢？英文名字更没有了。你看看观众，你看看，是有热心观众知道吧？啊，你为什么没有英文名字？不对呀，我怎么就非得有英文名字？我小儿子还有英文名字呢。是，那是你儿子呀，我就没给你起一个吗？你凭什么给我起一个呀？我凭什么就不给你起一个呀？嘿，你这显得我偏心呢，是怎么着？你打算怎么着？起一个呗。你我小儿子叫安迪，是这都知道啊。你叫乔治，我怎么叫乔治？你姐姐叫佩奇。嗨，我们这姐儿俩还都社会人，你看，小猪佩奇身上纹，掌声送给社会人。嗨。没有那么社会。我那小儿子真叫安迪，这是实话啊。快四岁了啊，临出来的时候可舍不得了。是吗？我说你在家听话啊。哎，你从那边说去行吗？这个人就没意思了。爸爸出去演出去了啊。哎，这差不多。回来给你带好吃的。还是我呀，这个哎，非离不开我这边。哎呦，挺舍不得啊！你看郭麒麟大了啊，就顾不了这么多了，他不显了。这三四岁的孩子是最好玩的了，这可人疼啊！大家听话，不许淘气。哎哎呀，要有礼貌，是说话不许撒谎，这是对的。
撒谎长长鼻子呀？怎么还长鼻子呀？木偶匹诺曹，这是个童话故事，一撒谎鼻子就长了吗？先这么跟他说，哎，长大之后再给他讲道理。对，记住了啊，长鼻子就是撒谎，就不好。教完他了，嗯，过了几天带他去动物园。哦，进门看见大象，他急了，他怎么办了？你不要脸呐！谁呀？撒谎啦！说大象长长鼻子了。小孩天真，小孩可爱。嗯，看看他，再看看咱们，很感慨。怎么？我认识于老师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年纪，这年轻，这一晃半辈子过去了。是，于老师也是土埋到眉毛的人了。嗯啊，我这一下埋过去了，我这个，不有一句老话吗？土埋土埋土埋半截儿啊，土埋了半截儿的人了，可以这么说了。这个人是倒着埋的。哎，好嘛，还不如过眉毛呢。你这，哈哈，希望您健康长寿。谢谢您。但是岁数大了，跟年轻时候没法比，那差着行势。我二十多岁站台上说相声，嗯，不知道累，就是年轻啊。真的啊，这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，跟假的是一样，有体力。哎呀，现在时间长了腰酸腿疼，就是年龄大。连他媳妇儿都说我，嗯，我媳妇儿就跟你们猜到了似的哈。我媳妇儿说你什么呀？你现在可不如原来了。谁说的？这句话干嘛非我媳妇儿说呀？高峰的媳妇儿也这么说。是啊，孙越的媳妇儿啊，好多说相声媳妇儿都这么说。嘿，哎，好人缘这么好，那净交朋友了。哎呀，行了，我是十五六岁到北京去发展。哦，当时很羡慕于老师。羡慕？我们是叫北漂。对，飘在北京嘛，没有固定的工作，是没有固定的收入。哎，演一段相声当年是十五块钱，那时候也算不少。馒头一块钱六个嘛，哦，一个工人一个月才挣300。嗯，当时这个状态。哎，那会儿羡慕他是因为他在专业的曲艺团，我有单位，一个月挣800块钱，那时候就算有钱人了。后来一想，人家应该挣800呀。我怎么就应该挣800呢？有个成语说得好，怎么说？千儿八百的。哎嗨，哦，千儿八百就说我应该挣800，很羡慕他。哦，于老师有钱啊。嗯，戴着一个绿宝石的大戒指。嚯，哦，绿宝石啊，叫祖父绿的。哦，祖父绿的，那绿的都不等会儿吧？您说错了吧？怎么呢？那是祖母绿的呀。让祖母绿的，那还是祖父绿的，那就是，不，那叫祖母，叫正字叫祖母绿。哎，反正个绿宝石。是的，胸前还带着一块绿宝石，这多有钱，这么大块啊，水头都荡漾。这水头怎么还能荡漾？走近了留神看呢。什么呀？风油精。嗯，嗨，哎呀，我带着它倒不招蚊子，我这个。当年他是我们这帮小兄弟的老大哥呀，我就是长几岁嘛，都是我的兄弟。哦，我讲话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嫖。你瞧，我把上下游都给把住。嗯，不听话我就诅咒你们。还诅咒呢？组织人揍你们。什么词儿啊？这是步行街。步行街是步行就骂街。这都跟谁学的呀？说我们，但是真疼我们。该疼就得疼啊。吃饭去人家花钱，那是应该的。喝茶去人家花钱，老大哥吗？喝酒去人家花钱，有钱就给。哪怕去那个地方，嗯，也是他花钱。你等会儿去呢。去哪个地方？新华书店。猜错了吧？您管新华书店叫那个地方啊？啊，你是不是以为去图书馆呢？哎，嗨，咱就别打哑谜了，行不行？对我们真好啊！是，走，今天带着你们小兄弟一起啊，去泡温泉。那时候可高消费了，带着我们泡温泉。是，到那儿之后还泡不了了，怎么呢？锅炉坏了。哦，那是温泉吗？那个？拿锅炉烧水叫温泉，水是凉的，没法。算了吧，啊，带你们去动物园玩吧，随便去哪儿都行。带着我们到动物园，
哦，一进动物园看见大象，嗯，于老师急了，我说什么呀？你不要脸呐！哎，你撒谎了！行了行了，我爸爸告诉我了，没有啊，生我养我的亲生父亲。行了行了，这这，我非得砸瓷似的，这关系是怎么的？哎，怎么了这是？可爱呀！啊，每天看他这么花钱，后来我觉得心里过意不去。哦哦，我说于老师，嗯。我也不知道您家里边祖上是崔玉贵啊还是安德海，凭什么呀？还是李莲英啊？非得是仨太监？您家有钱不能这么花。您的意思是做个生意干点什么？我劝我干正事儿，否则话是一座金山也有花光的时候，坐吃山空吗？当然，嗯，我这是皇上不急太上皇急。嗯，这叫什么话呢？皇上不急太监急。对，皇上不急太监急。对了，他父亲就坐在旁边啊。老头点点头，是德刚说的对呀。哦，同意，你是应该干点什么了。哦，当然，嗯，我这是皇上不急太监急。嘿，他搁他身上了这句话。于老师想了又想，决定啊，要创业做生意。我要做什么生意呢？他准备弄一个文化公司，自己拍电影。哎呦，这上来就拍电影啊。其实好多人是反对的，不同意。你说相声，你拍电影，你这是外行啊，你不懂啊。于老师说了，我这叫跨界啊，有这么这个词儿，跨界营销才挣钱呢。能挣钱吗？过去有句老话说的是隔行不取利，有，但现在是隔行才取利呢。啊，就取隔行的利。也对。怎么？我以前有一个朋友是卖糖的。什么糖？红糖、白糖、冰糖、砂糖。哦，是糖就卖。哦，卖糖发了财了。是，后来就跨界营销了。卖什么了呢？卖胰岛素。这也是之前缺了得了，这可能，最近差点让一帮糖尿病患者给打死。好家伙，这灌人糖来了。跨界营销啊，于老师说做就做。我能做好吧？但是一上来得先找一个剧本啊，拍戏一句之本必须好。哎，巧了啊，于老师有一个好哥们儿，就是一个大编剧，还大编剧，学历很高。他是什么学历、啊？马小毕业，做麻辣小龙虾的。你说那是夜宵？不，马小是麻省理工附属小学。哎嗨，人那儿有附属小学吗？写过很多的作品。哦，还有作品。最出名的是一个专题纪录片，叫什么名字？舌尖上的足疗。多恶心呢，这名字。这戏写的啊，咸丝丝儿，那就是该洗了。那就是，还写过一个外国题材的电影，名字是《罗密欧与罗密欧》。俩罗密欧。叫什么？罗密欧与朱丽叶。罗密欧与伽利略。谁呀？罗密欧与祝英台。不对，罗密欧与小白菜。胡说，罗密欧这娘们逮谁跟谁啊。哎，好嘛，太乱了。这个还写过一个古装题材，古装题材的名字，比越王勾践的宝剑还要剑的一个大太监，说明天见。这听着就那么贱。这个这次一听说于老师要拍戏了，嗯，开心坏了，高兴了。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文艺题材的电影。文艺题材啊，名字就很吸引人。叫什么呀？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。哎嗨，哎呀，不，这名字这后半截太水了。这个于老师感动坏了。是吗？太好了。哦，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啊。这个戏是不是照着我写的啊？我就是他娘的蛆啊。这怎么的意思？决定了，就拍你的这个故事，用这本子了。一说用这本子，啊，编剧开心了。哦，把这一坨剧本就拿出来。一坨剧本干嘛啊？一摞剧本。一摞剧本就拿出来了。哦，编剧说您放心，是只要你拍我的这个戏，嗯，我保证它会是史上最好的电影。史上最好。哦，那就说这事儿成型了是吧？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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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刚明白。
这一大摞剧本啊，一摞一摞，没有那么摞的，这一摞剧本是纸。行了，有剧本了啊，需要找一个导演，导演必须，导演是一个跨界的典范，又是跨界的，最早是一个律师哦，后来由于业务太出众，嗯，被同行记恨哟，所以不让他做律师了。业务出众应该让人做呀，太出众了。怎么个出众法呢？有的案子可能要判半年，哦，有的一年半，是有的要判两年，严重了。只要到他手里边啊，最次是死缓。哎，好嘛，啊，他往死了给人判呢。有好几个，嗯。马路上随地吐痰的，嗯嗯，过马路不等红绿灯的，哦哦，哎，然后他经过辩护，在法庭上就枪毙了。嚯，好家伙，这位整个一刽子手，这个双手沾满了客户的鲜血。哎呀嗨，那是别干了。所以那个行不让他做了，别做了，改行了，干什么了？做微商。哦，做微商行吗？三天挣了75万，你看人才还是人才，做得好。他净卖假货呀，假货还挣75万，卖假货让人把腿砸折了，保险公司赔75万。嗨，这跟微商有什么关系啊？这请的他来做导演，哦，他行。最重要的是需要找一个投资方，对，有钱才能拍戏呢吗？没钱怎么干活啊？就说是认识了一个大财主，哦，有钱人，太有钱了，这叫金主啊，古玩店就开了8家。啊，这个了不得，古玩店啊，你要说饭馆开个10家20家的不新鲜，那是古玩店趁8家，这厉害了。古玩2元店，哎，古玩还有2元店，一进门啊，给你一个塑料的盆啊，你就往里边放，临走结账2块钱1件。哦，但这个盆不能拿走。怎么的盆呢？盆10块。哎，好，他这古玩还不如塑料盆呢。人家说了，我开古玩店是闹着玩。怎么着？电影是我的专业。哦，还专业是电影。我本身是一个电影艺术中心的副心长。我都头回听说这职位啊。你看副心长，你看啊，艺术中心副心长，哦，长沙的沙长，湖南的南长，啊，南长就别长了，啊，南长也得长。嗨，我这没听说过。哎，这个你到我艺术中心来一趟吧。哦，该见个面。于老师去了。哦，一进门副心长等着呢。是吗？谦儿来了。来了。脱吧。哎，嗯，干嘛这个拍电影还没拍呢就潜规则了？你这净想好事。嗯，不，这叫好事吗？这个人家那儿有一池子。池子是？池子有水，水里有鱼。这干嘛呀？都这么大的鱼啊，脱了鞋脱了袜子泡脚，鱼吃脚上的死皮。哦，他这有这个，嘿嘿，对，俩人泡着脚。哦，你这个电影叫什么名字呀？我这问一问啊，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。行了，行，不用介绍。哎呀，副心长感动得跟王八蛋似的。呵，那就是王八蛋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哦，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。对了，这个戏是按照我的故事写的吗？哎，别跟我抢啊！来。二区相争必有一伤。哎嗨，谁跟他争了这个？好，我同意给你投资了，这就给钱。擦擦脚，穿鞋穿袜子，咱们吃饭庆祝一下。你看看，就在旁边这儿，嗯，开了一瓶红酒，俩人吃饭。哦，一大盘子菜放在正当中。什么菜呢？红烧小鱼儿。哈嘿。咸丝丝儿，哎呵，哎呀，不要往下再说，嗯，啊，谈谈正事儿。吃饱了喝足了啊，投资也谈定了。哦，谦儿说：“咱们再泡泡脚吧。”是啊，副心长说：“泡脚可以。”嗯，鱼可没有了啊，那鱼呢？咱俩都吃了。哎呀，我一猜就是你这。现在需要就再找2个演员了。啊，哦，这个男一号和女一号，这可以找了一个女演员。找的这怎么样？很一般。哟，怎么一般呢？是一个模特。哎，模特最起码是漂亮。车模，你瞧，车模更漂亮了。叉车车模。叉车要什么车模啊？还叉车的车模，长得好看。
一般，反正这个啊腿差点。怎么差点？罗圈腿。哦，这个倒不碍事儿啊。服装在版型上设计一下，它能折过去。不好折。怎么呢？要穿个旗袍，腿在外头。呵，哎呀，这坐汽油桶上了，这是这。背着个发动机就是一辆独轮车。好家伙，这么厉害。这个脸长得还行，好看。要是整容去，花2块钱就够。啊，那就不用怎么整。1块钱坐大公交车到那儿，大夫说弄不了，1块钱再回来。哎，好嘛，那就是没有什么整的必要嘛。这，嗯，别的女孩笑起来很好看，她呢看起来很好笑。哎嗨，哎呀，实不怎么样啊。这个于老师很爱啊，我还喜欢，就是她，我这就定了。就是我还没玩过独轮车呢。哎，行行行，哎，我也是收藏家。那是，嗯，待会儿让他背着我出去跑一圈行吗？别弄这个。哎，男演员得找个好点的。对了，互相折一折吧。找了一个韩国的小鲜肉，哈韩风，我懂这时兴时尚的这个。这个韩国的演员姓朴，你瞧这个姓就不太好。哎，这有人笑我，我得批评你们啊，你们不能想的那么窝窝戳戳的啊。什么词儿啊？对吧？人家这个你到了韩国，人姓金呐，啊，姓朴，很正常，大姓儿啊。这倒就是一个普通的姓氏啊，姓。姓朴，哦，叫什么呀？不成。哎，你看这两个字一加上，这名就显得很正直了哈。哎，可以。有人跟他说了啊，你一定要在中国发展的话，就得改个名字。怎么必须改呢？你这个姓儿容易引起误会。这倒是，随便改一个，赵钱孙李挑一个，你就起个中国名吗？他说：“那我姓钱吧。”哎，钱倒是听着富贵。哎，改姓钱。哦，叫什么呢？不够，钱不够。我说怎么朴不成呢？你这，啊，你这谁给他出的主意？起这，你是一个殃脏的人。什么殃脏？嗯，这个人在韩国有影响。啊，有名。哎，他拿过奖。拿过什么奖啊？韩国有一个金烧鸡电影奖。哎呦，做熟了拿走的。哎，咸丝丝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咸丝丝啊。但是挑剧本挑得很厉害，这是严谨啊。啊，差一点的剧本，差一点的戏不拍，宁可不挣这钱。11岁出道，闲了38年了。哎，好嘛，一个都没拍，合着净待着了。那是人挑他呢，天天跟家里边喝酒。怎么还喝酒啊？早晨一起床放那儿一箱啤酒。哦，一箱啤酒多少瓶？大箱是24瓶。这24瓶啤酒喝完了，这一天就混过去了。这酒腻子呀。就是啊，清晨起来一箱啤酒往那一放啊，一数24瓶。哦，刚要喝，是于老师电话来了。哦，一说请着拍戏很开心高兴啊。啊，吉林大米比黑龙江大米大4米大。哎，这什么乱七八糟说什么呢？这是，吉林的大米啊，比黑龙江的大米啊，嗯，大4个米那么大。哎呀，嗨，这谁听得懂啊？这个废话，我可得会呀！ 啊， 啊，太开心了。哦，高兴，一下没站住。哦，啪，怎么了？坐在啤酒箱子上了，差点摔着。站起来再一看，嗯，剩23瓶。哎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也不用，怎么喝都是喝。嗯，大瓶儿的。哎呀嗨，就别说这个是大小了，还没开盖呢。就不别细研究了，赶紧送到医院去。大夫吓一跳，啊，害怕了。好家伙啊，您这都伤了扁条线了。好家伙，这瓶是不小，这个演不了了。得怎么办呢？于老师说：“我自己演。”对，我也能演啊，花钱捧自己啊，这钱花的也值啊。导演不同意。他凭什么呀？哎呀，你脸上有皱纹，那岁数问题。你这个年龄跟我想象中的那个男演员，嗯，在年龄上差1个星期。哎，这导演要求也太严谨了吧？强迫症。
就这么细致。那没办法了啊，给于老师送到美容院，哦，往脸上打一泡尿。哎，打一泡尿，没听说过，皱纹就开了。谁的美容去打一泡尿？你看你打这姑娘都是不是？那姑娘打的，您弄理解错了 啊那打一针叫玻尿酸啊，往脸上泼尿，然后啊，泼尿干嘛？玻尿酸，那泡尿是酸的。哟，你喝了？啊，谁喝那玩意儿？那你没喝你怎么知道酸的呢？不是山西人的尿是吧？你怎么琢磨的？你这是湖南人的辣，我没听说。别，四川人的麻。行了行了，你看太恶心了。啊，我跟你那针的名字真喝了，名字明着喝的。哎嗨，我非喝这泡尿。行了，反正脸上是平整了。哎，就是。行嘞，拍戏。哦，这开机了，太棒了！大型文艺题材电影，嘿，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咱娘的蛆。行了行了，小电影院这个，光这名字放不开，啊，名儿太长了，得两块屏幕才能知道什么戏。好嘛，知道吗？这个故事是一个古代的爱情题材，这还爱情？王子爱上了公主，我就喜欢这题材。你看那个车模扮演的是公主。啊，行，我忍了。哎，车轮公主，什么这个名字？这哎，你扮演的就是王子啊，我演男一号。王子的名字叫嘟咕咕嘟咕噜嘟子，这个不要在台词里展现了，这就太难说了，是吧？头一场戏就是隔着一座山，哦，王子呼唤公主，哦，我叫他，各部门注意，开始，预备，开始。于老师说台词，我说。苍天呐，大地呀，啊，嘿，老少娘们们，娘们儿们啊，老少爷们儿们，有爷们儿就有娘们儿啊。好，这全来了。我是王子，我的名字叫嘟咕咕嘟咕噜嘟子。这台词要合钱了。亲爱的公主，你快出来不？她出来没有？话音刚落，公主打山那边过来了，真给面儿。她可不是走着走，她怎么着？骑着大象呢，多有风度，啊！一看大象，王子急了。我说什么呀？你不要脸呐！怎么又来了？